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慈悲弘法行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，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舍利子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色，彼此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明亦无明尽。今天我们要办地藏菩萨超度法会，我们是学习地藏王菩萨的这种孝顺、慈悲、平等、愿入地狱、带众生受苦、愿所有众生都离苦成佛的这种大悲愿的精神。那为什么要发这个悲愿呢？因为按照地藏经，地藏菩萨在因地，各位等一下会读到光目女、婆罗门女乃至做国王，因为看到自己的母亲造业受苦，所以我们也是为了自己的父母祖先这个孝顺报恩。那如何超度父母祖先呢？那就要学地藏王菩萨发起这种悲愿去实践，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超度父母，而且呢也能够超度众生。但是众生无尽啊，如果众生的轮回有尽，那这个愿就不用发这么大了。所以佛教的教育是因为教育我们懂得报恩自己的父母，更要报恩所有轮回众生的父母，这才是就近的孝顺。所以这个世间只要有一个众生在受苦轮回，那都是我们一个修孝顺慈悲的人应该无尽的愿去努力。当然呢，大部分的人还是自私的，师父我要赚钱，我要养太太，我要养儿子，大部分的人还是在有这个执着的状态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你这辈子赚了多少钱，苦还是永远存在，不究竟。那各位，这个苦并不是你有钱就解决痛苦了，有房子有房子的痛苦，有老公有老公的痛苦，因为这个世间的问题，有爱情也苦，没有也觉得苦，有钱也苦，没钱也觉得苦，那这个世间一切不究竟。所以光目女、婆罗门女也好，长者子也好，爱民的国王也好，体悟到这个世间的不圆满，所以自己要发起愿成佛的菩提心，这样才能够就近帮助自己跟众生离苦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一个有悲心的人，你富贵如皇帝，那这个世间还有一个众生在受苦，
那你有什么好快乐的？所以各位，这一点你就摸摸自己有没有悲心呢？啊，如果你有悲心，你现在环境再好，身体再健康，你都还觉得苦。就像你的妈妈送急诊处，你苦不苦啊？苦啊！你再健康再有钱，这也是我学地藏经而发愿出家的很好的助缘。所以在我三十几岁的时候，少年得志，打不幸赚了一点钱，啊，以为啊这样就不错了，哪里知道妈妈生病了，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啊，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找尽最好的关系，找最好的病床，找最好的医生，没有办法，啊，甚至要塞红包很多钱给医生，医生叫我去看影片，这个没办法。只能化疗，很痛苦啊！所以，那没有这个苦，那我怎么开始想要怎么办？好在因缘成熟，有人送我地藏经，我看了地藏经，跪下来啊，在那边读诵。那个时候才知道，帮助我妈妈最好的方法是学地藏王菩萨发菩提心，出家孝顺所有众生，并不是舍弃我妈妈。这样才能够让母亲减低痛苦，也让自己减低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自己看到妈妈这么苦，我也受不了。啊，那时候我妈妈生病，我儿子中耳炎要开刀，我让我人生觉得瓦解了，多少钱都没有用，很痛苦。这个痛苦来自于我有自私的对妈妈的爱，有自私执着对儿子的爱，我太痛苦了。所以那唯有把自己放下，承担地藏王菩萨的悲愿来修行，那这样呢，不但自己可以超越痛苦，真是可以让妈妈没有白受苦啊！因为人来这个世间投胎没有不苦的，但是不要白受苦，这个痛苦让我们觉悟，不然的话我们都会觉得赚了很多钱，读了很多书，买了很多房子，啊，我就有一点快乐。一级一切度一个人，度所有众生是平等的。所以我讲这个道理，各位也千万不要说我为了做这个事情去伤害这边的人，那就没有用啊。佛教的空性啊，没大没小，所以一级一切一个人我也很认真，信徒只有一个很认真啊。但是因为这样认真，那无形众生也会被感动。那对无形众生很认真，也要对有形众生很认真。所以简单的说，那你就必须时时刻刻很认真。所以我一般下来我就会写牌位，太多的牌位需要我们写。有很多人透过电脑、微信、微博、 LINE、 脸书啊，海涛法师请帮我超度啊，正在急诊室刚刚死掉等等等等。佛教叫我们冤亲平等，所以我想各位身上都有冤亲债主，那就是我们过去对不起他。对不起他怎么办？那我们就为他们跪下来也好，学地藏王菩萨发这个悲愿也好啊，冤亲平等的帮他超度啊。那这个冤亲债主，这个恨你的人也会被你感动。所以我每次在超度，我的一个技巧各位可以学一下。比如说我超度这个陈嬷嬷，那是我首先超度的是陈嬷嬷的，像给各位的牌位上面有历代祖先、七世父母、冤亲债主，那个勾不是勾阳上，是勾这个往生者的，或是这个正在生病伤害你的往生父母祖先。那你对他父母祖先冤亲债主这么好啊，那他们呢，他们跟他有缘，对不对？所以那自然他这些父母祖先冤亲债主就会转变他的信念。最感动对方的方法就是把对方当作是自己的爸爸妈妈，把他的爸爸妈妈又当作自己的祖先，这就是地藏本愿，去感动了对方。那感动了对方，对方就会慢慢放手。但是要发菩提心，重点来了，你要发菩提心，你自己有没有菩提心？没有，你是感动不了他的啊。你要孝顺，那你自己有没有孝顺？所以光目尼婆罗门尼显现一种孝顺奉献。
所以才能够感动诸佛菩萨的加持，送他到地狱，感动到罗汉，福度罗汉的现前，感到鬼王，哇，这个不是业力，就是有三宝加持，你能够趁宝花台到地狱里面啊。但是你要超度一个执着恨的众生，我必须告诉你，你必须有超越他的心态来超度他啊，并不是我会恨去超度你的恨。如果我们能够很专心的诵地藏经，进入地藏王菩萨的悲愿，至少在那一刻，我们佛教这个叫什么，来一时涅槃。所以我平常脾气不好啊，我平常心里很糟糕，但是我在念经的时候很认真，那就在这一刻你会进入那个状态，也在这个心态去超度对方那个恨。就像阿弥陀佛也是用这种方法超度我们啊，不管你这个人杀人放火如何，一念乃至十念，在我们一个念头里面刚好那一刻你有信心，他那一刻把你超度了。他并不是要你，所以现在很多人解释一心念佛解释的太严谨了，哇，你没有保持这样你不可能往生净土，往生净土变成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，这个是伤害佛教的啊，伤害佛教了。因为阿弥陀佛的悲心，他自在你，你有一万个不好的念头，其中有两个好的念头，他让你去极乐世界。所以我想在今天我们念地藏经，我特别讲那么久，是希望大家进入地藏菩萨的三昧。什么叫地藏菩萨的三昧？跟地藏王菩萨同行同愿啊，所有众生都是我们亲生的妈妈，在地狱道恶鬼道出生贫穷卑贱这么痛苦，我们要学地藏王菩萨这样子的发愿。第一个要发起来，愿成佛道，向好庄严。所以你要发起这个，一定要为了众生要修到庄严。那为了如此，要广设方便，让六道轮回所有众生离苦，不然你得不到向好庄严，你不到得不到向好庄严，也度不了众生。再来，虽然你贵为国王，但是国王不是享受权力特权的，国王是为了服务百姓的，要有这个悲心。只要有一个百姓肚子饿，我国王就不吃饭，要累死这种悲心了。所以因为国王把百姓当作是自己报恩的对象，所以发起了出家去了啊，所有百姓都离苦成佛，我乃成佛，乃至学光目尼、婆罗门女这样为母亲这样子的大布施，供养三宝，跪在觉华定自在王如来面前，跪在那边啊，忏悔为母亲发愿，而来上供下施，所以感动了佛的加持，让他知道他母亲怎么样的痛苦，让他能够去地狱。事实上孝女到了地狱，他妈妈早就超度了，因为他在世间所做的，但是呢佛菩萨让他去看看地狱的苦，但是不能让他看到亲自妈妈的苦啊！这个有时候啊，太震撼了，一个人达不到空性啊，会退转啊，所以他妈妈已经超度了，但是地狱居然有这么多的痛苦，所以也因为他为他妈妈发这个愿，同地狱的都离苦。但是